神打。你很爱表演。唐师傅现在在运气当中。动不起动不起，哎，小朋友不要学啊，叔叔练很久了啊。忍心打得下去啊？能打久呢。接下来这个顶铁条呢，是比一般常常看见的，这个就不稀奇了。嗯，接下来是大刀，要这个铁布衫，大刀往身上砍，那刀很利的，你敢不敢？你看他有两个肚脐，哎，你看你妈妈硬。小朋友不要学啊，这位叔叔练了三十几年了啊。不是，为什么会？你妈妈为什么身上有两个肚脐给你？什么？不是，你看看这个刀有多利。真刀啊！真刀真枪真玩命。哎，很累耶。利哦，来来，等一下，那干脆给我一下，你先摆刀背。是大刀队啊，这个。哦。来就好，来。小朋友，小朋友不要学啊！少林寺十八铜人行气阵。妈，我爱你啊！这套刀法是地上刀。哇！哎呦，这个不稀奇啊！你看，你耍了半天，对方哪一次枪都把你解决了啊？你这干嘛？各位看一下，什么叫白莲教啊？神打。你很爱表演。唐师傅现在在运气当中。动不起动不起，哎，小朋友不要学啊，叔叔练很久了啊。我忍心打得下去啊？你要打久呢。脚都打弯了。哇哇哇！潘师傅，我看一下，看师傅，金钟罩看一下，来，血都喷出来。哎呦！都老味了。现在表演的是拔刀卡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真的是，他走了。瓜哥，你是真的重哎，瓜哥啊！这刀很利的啊！哇，小朋友不要学啊！这是大刀铁布衫，不敢看什么。接下来是三叉顶肚啊！哇！哎呀，不要啊！来，给我一个胡瓜，给我个胡瓜来，胡瓜来，胡瓜，又是胡瓜。他要顶肚从上。这三样的其实我们艺人来做都很难。对啊，那我们艺人可以挑战那个钢条顶度。哎，好，来来，好厉害哦！其实向各位报告，其实他以前是盖房子的工人。对，运功运功啊！不行就要收哈，来。哇！还是有意思，还是有意思。李罗，李罗，这样就丢脸了。李罗，李罗加油！李罗加油！不要脸！李罗加油！脱了，脱了，脱，脱了，来！加油！李罗，李罗，李罗！哎呦，不行啊！我只能证明一点，李方文找对人。